啊你这样怎么延伸出去的、啊欸、等一下、啊、这个不需要然后、哦、这个可以什么五分钟就是放火把杀完金刀向我对这地图都有鬼我知道 好我要放火把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就会出去这个应该不需要杀完金刀向我好的、啊、真难的哎、欸、有哎、欸，这样子木头就多很多了。哦哦，哪来的蜘蛛？好啦，我就说要为什么找我哈、哦？因为找一个作者说干嘛雷雨？作者说他只要上面的那个什么身份证不要挖，其他都可以。所以我就开始挖初始点啊。啊？我的初始点东西可以带来啊、哦。他没讲不行啊，所以我就在挖初始点。哦，真的？欸插火啊！不行哎、欸，这会掉下去。我发现我音效档是不是坏掉了？为什么杀巫婆没有声音啊？本来就没声音的啊！巫婆不行、欸，这怎么办？怎么办？没有啊，没有啊！这要怎么办？下面要怎么挖、啊？哎、欸，你们到底怎么出去的、啊？有一条路可以让我出去的吗？当然是没有啊！哦、有了！哇，那我就知道。这蜘蛛又是干什么？什么是蜘蛛？上面一直掉蜘蛛下来。你就找一下、啊，哎、哦欸，你骨粉有没有？白痴，我有插回去。啊，其实我可以去自杀一次啊。哎 ，fuck you， 哎、欸，无耻哎、欸，哎、欸，白痴怎么又有了？无耻哎、欸！我、哦、好暗哦。好用啊！直接往上挖太难了啦，这直接往上挖出去。不是你直接往上挖，你要留路回来，你知道？暗砖 ，fuck you！ 作者又没说不行，什么东西不行啦？他们都说我做的事不妥，欸、这两都怪我。黑鱼把出生点，哎、欸，你这样子挖羊毛对吗？啊，还好啦。你这样子挖羊毛对吗？对啊，没有错啦。以上行为不代表本台立场。哦，不想讲你。啊，我真的，作者又没说不行。我真的不认识黑鱼。我也不认识。我觉得今天把他找来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样。白痴，今天是你最后说你才说。啊！干！怎样？啊、这出去真的不得了、啊。怎么不能乱来？回去，我们找一条路可以出去的、欸、好吗？不要再这样苟且偷生。等一下，我的实况台是怎么回事？怎样？为什么我上传变零 K， 然后，我要断线了吧？不会吧？不是因为现在上传变超奇怪的，然后一直掉影格。哦，真的假的？你影格一直掉吗？哦、对，就是上传然后瞬间掉300多格。真的假的？然后上台瞬间爆撞，是瞬间爆撞。哎、欸，我也是哎、欸，哎、欸，我也是。等一下，哎、欸，我第一次掉影格哎、欸。等，现在上传怪怪的，不要乱动。我没有哎、欸，让画面躺一下。不然就坐楼梯。我坐梯子，我坐梯子。我去，你要坐梯子？我先挖。对，我先想要从这边扑上去，你觉得怎么样？好，等一下、喔，好，可以。你们都选难度十颗星 ，LEGO， 抱歉，哎、欸，刚是不是有一瞬间退群是怎样？刚刚上传碰到爆炸，刚刚 T W， 刚不是有讲？可是我没问题 ，OK， 还不是因为姚把我的床移位，害我姚，你那边还有没有那个啊？我这边影格没事了，不是，我是说你那边还有没有那个什么？Yeah! 好，我回去、欸。你好强、啊，刚好。哎、欸，这样方便、欸。等一下就好了。欸、上面喂，哎、欸、呀、啊，插火把，你要杀，你要插火把。哦，这巫婆开会了。这什么土啊？哎、欸，哇塞，这什么东西？OK， 这样我们就可以上去了。啊！Okay. 对，刚突然大了一个、欸，哎，吓一跳。可是我这里都没事。说哦，只有黑鱼没事而已。黑鱼，你跟我们伺服器不一样。对，我选其他的。你选什么？我忘了、欸。那你还说对？你连自己伺服器有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你们是新加坡啊。哪有啊？
哪有？我用圣法兰西斯科。我也圣法兰西斯科啊。好，哦、我是用新加坡啦。吃屎啊！就讲来讲去是你自己。哦，安安。哦哦哦！哎，嗯。我只剩四个了，欸、可恶，只剩一根骨头。没、欸、还有64个羊毛 ，OK。这巫婆，这巫婆开会好有趣哦。铺上去好了，说穿。你不要对着我丢 ，fuck you！ 哎、欸，巫婆会掉红石哦。要不要用 Twitch 用那个 YouTube 直播、哦？YouTube 会这样问，应该是因为最近小强改到 YouTube 去了吧？啊，对啊，那是因为他被编台了，他没台了。你还笑人家，你很坏、欸。不是，你知道当初听到那集听到这个时候，他不是在开台玩那什么秋叶托物？哎，然后他开台的时候，他一直在狂笑，超过分，哎，超过分。哎、欸，慢慢来，慢慢来。What? 不好意思，刚那个，哇塞，连我都没有掉过影格，刚居然一瞬间掉600多格哎、欸！我还好，我就掉300多，应该是我只有开18的关系。我掉600多，超猛。所以我就说今天的网络不太对劲，我不敢开太高啊。到底谁又把？对不起。好了，到了。要你俩，再多做点火把出来，可以的话。多做点。好啦。好，等一下。我在我这边的观众，我先重开一下啦。啊哈。哎，白痴。怎样？没事，还没死。先外面还很安全。摇拜拜 ，OK。你们现在还会累个吗？现在应该不会了吧？刚退学一瞬间爆炸状态。不会，我现在会饿。我现在会饿。我现在也会饿。哪里？这个僵尸生怪钻在哪里？为什么它会从上面掉下来？怪物比较少了，对啊，比较少了。黑羽在创造什么东西？没有啊，我要飞过去，因为我在初始点，然后那什么初始点那个什么红石被我打掉了。畜生点。没有错、啊。黑学姐啦，对啊。哇，那是玩什么游戏啊？是没办法玩。不会嘛？对，刚一整个突然吓我一跳。不用来，我自己跳，不用来，拜拜。你要干嘛？掉影格是什么？就是画面不顺，诸如此类。就是上传跟不上你输出的影格数量，然后就会丢失。嘿，对。黑羽石矿，可能是各方面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电脑的网络实况啦。哎、欸，他那个巫婆夜总会那边，我实在不敢过去，太可怕了。那就放给他们夜总会啊。啊，我们家那个生怪那个不是那个从上面掉下来怪那边全部都是巫婆，杀不完，然后我死了，超可怜。哦 ，what the fuck， 居然啊！好了，我到了。为什么？这样啊？为什么？为什么有 TNT？有啊 ，TNT 啊，对啊，有一直都有 TNT 啊，到处都是 TNT。制作者会随机放 TNT， 到处都是 TNT、欸。太凶狠了吧！有一块已经被我炸掉了、欸。往上发展。有一块已经被我炸掉了、欸，怎么办？那就往里面发展。好、啊，各位观众，好、啊。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干！为什么 ？OK、欸。哎，为什么那个打下去第一个？打掉第二个会爆炸、啊，不知道。你问我，作者好像有做馅饼，我刚刚有挖到一个馅饼。作者做馅饼，哎、欸，不过这样也好哎、欸。快来吃馅饼！爆炸就是艺术，好吧？对耶， yeah, 爆炸就是艺术，没有错啦。好了，我重开啦。哦，这是什么巫术？不要再挨了啦！为什么这边会生啊？生什么？为什么这边会一直生巫婆？白痴，我被巫婆！天哪、啊！白痴 ！GG！ 我是巫婆会掉好东西。噗！妈的啊 ！GG 阴阴的。没有这个人啊，没有啊，我台没有这个人。我台有。哎、欸，对，黑羽台真的有。你要知道那个玩游戏骂脏话是一种乐趣。啊干！吃屎啊！
我好害怕、哦。没有没有人玩游戏不骂脏话，如果说一个人玩游戏一直压抑不骂脏话，那他讲话就变得很奇怪。那我宁可骂脏话，是不是？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没有。如果没有道理就骂有了。为什么啊？又关我什么事啊？啊，你不是说不骂脏话吗？我到底被什么东西丢到了？你后面有一只巫婆在追你。哎，至少我都没有讲完整啊，我今天几乎都是干而已啊。眼前的黑不是。冲冲冲冲冲！这什么东西啊？哦，哎，有人贴出来刚那个退局不远的那一段消息耶。那是怎样？啊，我看一下啊。EAC SWM 三。SMW 3 G FNL 海缆于103年7月27日发生故障。哎、这不是很久以前的东西了吗？白痴又死了，好烦啊！所以你现在是在骗我，是不是？观众骗我啊？没有啦，他们那个消息比较久。直接封起来。巫婆太多了啦，一定要找到巫婆生怪砖啊！巫婆生怪砖、他们说在什么怪物的地方放 TNT？、我找到了，找到一个。我怎么知道怪物？我觉得重点是我放了之后也不能点燃啊！啊啊！我打到僵尸族人了！打火机、啊？你打到什么？白痴！我不敢出去，我不要出去，等他们仇恨值降低再说。嘿，如果有一个超级大声明，可以干嘛？也会很高，当然很高兴。我直接当场就没有了。以下十八禁，不宜话，不宜儿童听。哎，这里有那个，我就直接跟那个身边就，到底谁在丢我？到底哪里来的、啊？为什么一上来就被丢，完全不知道在哪、啊？不好意思，我喝个酒。我害怕。来了 ！Hello， 不要！水淹死，哎，哪来的巫婆？水淹不死怪吧？啊！猪巫婆干什么？猪巫婆干什么？复活点真的快快的，他妈的！猪巫婆在干什么？有你们看见那巫婆？有啊。那巫婆怎么样？怎么回事？我也很好奇。三次我才会在这里复活。我去挖石头树，什么东西石头树啊？去挖石头和树吧。哦，没有，有用石头做起来的树。什么东西？可是我现在不敢过去那边，因为我刚打到僵尸猪人。石头树，挖这个石头树啊！我刚打到僵尸猪人，我不敢过去。到底为什么我会被弄到？信是什么 ？S I N S I 那什么游戏？哎，白痴，快跑！石头树上什么都没有啊！中毒！啊，他们追过来，画面有点那个，那重整一下。哦，我铁，你不要用手打。铁剑也没了，我刚刚打到一半，铁剑爆了哈。那你用钻石去做嘛？好了。我这边还有很多钻石啊，我23颗。不用，治疗药水。我治疗药水，好棒。我现在发现，那边有一颗太阳你现在才发现啊？烟枪做的太阳。我真的快死了。好，我要吃。可能到8月27之前退局都会有可能累个，那个已经无期限。延长，因为现在我一直觉得很累，好难哦。做铁剑怎样才是真没有？身材好，不行，这巫婆太多了，我一定要找到生怪砖。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生怪砖确切位置？不要冲动啊，大哥！我死了。有没有人可以提供一下生怪砖确切位置？好烦啊！问我，你说上面的吗？对啊，不是，我说巫婆。巫婆生怪砖在那巫婆也总会的深处啊。这有讲跟没讲一样，是不是有讲跟没讲一样？哎呀，你铁钉都拿光光了，没有放箱子啊。完美。好烦啊！fuck you man！ 你看其实还不错，看打架了。我等下，我怎么游戏突然变钝？有吗？黑羽，你伺服器还好吗？哦，变顺了。伺服器完好如初啊！哎，你知道我们在打那个什么打巫婆的同时啊，然后后面就会有人在补刀啊，那个东西叫做僵尸，还有酷弓箭手，气的要死。那东西不是要给绿啊？啊，怎么那么多啊？对，那个东西叫给绿。
冲啊冲啊冲啊！你还偷打我，你有毛病啊！我刚沿路杀过来了，我沿路杀过来怎么看、啊？眼前的黑不是黑，声音好小。走的白，这什么白？怪物对药水会产生反效果，是哦。好，白痴，他救我，救不到，来晚了，不会啦，不会啦。反正这一集我也不知道在干嘛。这一集各种死，倒霉了咯。哎，这一集还不是我各种在支援。你那支援，好了。哦，好烦。作者叫你挖石头树啊，我知道啊，我过不去啊。你考虑一下我的立场好不好？我这一集就是过不去，不然我干嘛不过去？那怎么办？啊，超崩溃啊！现在30秒饥饿。打你啦！不行。你看，这里就是他那。其实不一定啊，不一定要那大了，正长得正就好了。你，我在跟观众聊天。哦，你没事学，就让他们自己来。干嘛？对啊。先会那个吗？等一下。你没事选这么难的地图冲他小。我怎么知道？好玩就好，超难的，我都快尿血了。有啦，石头是我箱子。原来是这个。多谢作者，我拿到一把弓，有负无限。无限嘞，好棒啊！我死。Oh yes， 没死。不是啊，那我们拿钻石剑都没办法嘛，你拿一个有无限的弓也没辙啊。等一下，拿那个。水下面白痴，为什么？这水下面有箱子。为什么？我拿到一个什么初级佣兵护腿保护四，不对，这是什么 IV？ 然后你有看到我打字吗？打什么？打什么？发生什么事？突然会一直累克。对啊，是是。你要钻石库库啊！因为我现在有一个抗火星二保护四的什么初级佣兵。等一下，可以啊。什么护腿？平乳当然好啊，当然。我也吃啊，我都吃。Fuck you！不要跟观众讲话。高级佣兵护腿我也拿到了。那我拿到初阶啊。嘿嘿，没关系，黑羽连裤子都没有。这是成就六吗？好啦，谢谢作者，不好意思，听作者说没错，我知道。可是我刚，对你伺服器到底怎么了？我这边也感觉有点那个。我要开 mod， 我要把一些怪物杀掉，太多了。好。哪个？怪物太多，我会盾。这个没有。操！不行啊，作者，这个伺服器有点缺。哦哟，你妈的！哦，太钝了，不行，受不了。哇！吃腐肉。哎，怪物太多了。可是我这边是没有掉。对，会那个，没有，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怪物太多了。怪物太多吗？你可不可以？你既然都开 mod， 那你干脆直接找神怪转好了，烦死了。等一下，你可以输个指令，先暂时把所有怪物先杀了。没有，不行，他作者有禁止开和平。不是，我是说有一个指令是可以 kill all 那个怪物的。不是有攻击药水？可以吗？有吗？我记得有啊。没有吧？这个。没办法要和平，作者有。画质雾雾的，那你调一下嗨。我真的觉得有点那个。是我问题。No！ 确实啊。刚才苦力怕不准爆炸。那还要说。我现在在向上发展。他们看到那个到底是怎样？我这里明明就还好啊。不是可以丢药水？好吧。有错过太久吗？没有。不行。我挖掉高压苦力怕的神怪砖，烦死啦！来，黑鱼又冲起来了，模式，你们不要这样嘛，快来！那个是，真的有点累个是。我又损，怪物太多。我在远离你们那边就损，你们那边太夸张了。必然要。等一下，没事，下去。这边就还好。这个吗？我没。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房子吗？会丢影格，我现在没有丢影格啊。你 TP 过来看一下这边。哦，对。TP 过来，等一下。好了，有了。黑羽，你刚才直接找神怪砖啦。我先杀一些啦。好啊。
还是现在砸死他？都开 mod 刚好不开指令，把周围六十公尺怪物清掉。对啊，怎么开？只要打一下。这哎、欸，我觉得这个是村民用的。哎、欸，这边好多村民啊！怎样？哎呦，怎么会有这地方？我怎么知道？我就挖的啊。哎、欸，你从哪里来的？对，上下从下从下面上来的。好，那我先洗劫一下这里。哎、哦欸，那个三块砖不要挖，那个三块砖是哪来的？我知道，白痴，白痴，太对了，太对了。哎、欸，有箱子，我箱子打不开。破山，破山。这个箱子是怎样啦？上面放鸡眼，你打掉，你打掉。哪里？那箱子。那哪是鸡眼？是啊，这是鸡哦。这是鸡眼。看错了，对不起。对啦，是啦，你北京、欸。对啦，是鸡眼啦。破魔台在哪？一样哎、欸，那我难道就没办法开了啊？你没有打掉，你打把箱子打掉。不如箱子，还是你要我打？我打。不要，快死！我快死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欸，里面有掉东西耶，掉一个铁衣。我去捡。好。糟糕，我不会附魔，所以没有用。还是。这是高阶佣兵。胸甲保护 X 防爆 IV 太多怪了， IV、好盾！我不知道，那应该死了。那里有一只那个哎、欸，还有小爱。这里有云哎、欸，我们去炸！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好盾哦、喔！天哪、啊！谁知道？小安辛苦啦，打箱子有啊？那个指令怎么打？对啊，怪物消灭指令怎么打？我也不会，我怎么喷那么高？我可是我怕会连村民一起消灭，我记得那个指令叫做消除生物了，所以狗狗那些也会。我怕你们没 mod， 我怕我会连你们一起消灭。不会啦，你右边一点。等一下我们这样上去是要去哪里啊？你右，我怎么知道？哎、欸，那边有神怪装，我看到一个。你右边一点，我要叠过去，走开。不行哎、欸，这样杀不完。喂，我想附魔一下。干嘛？你不让我走，你不让我上去啊？哎、欸，我要怎么让你上去啊？有逆参加男性哦。等一下啦，我看到那里，我看到那里有一格生怪装。我叫你叠，我叫你叠。这样很难，好不好？你大哥。叠啊！废话那么多。等一下，你等一下，走开。谁可以教我附魔台怎么用啊？我只是想去打掉生怪装。等一下啦。等一下，我刚刚怎么看到？对啊，我刚刚这小爱的高空弹跳哎、欸。哪里？魔术。你没看到啊？哇、哦、吼！小爱，没看到啊！小爱高空弹跳，呼呼！哎、欸，这里啦，这里有小爱生怪砖呐、啊！哪里啊？许这里啊，上面这里啊！你要让我上去啊！好啦，我要下去，等一下了。拿石头来啊！好啦，等一下你走开啊！干嘛不下楼？快下楼！什么意思？我不懂。朱贵，等一下。石头啊！等一下，等一下。算了。啊！你这个白痴！我土。我土，我自己上来。哦，自己的工作自己来。对嘛，雷。段时间。哎、欸，我拿到那个什么银镜白光刃，功、力。我以为顶端可能还有宝箱。对啊，跟法师讲。再有附魔了吗？哎、欸，有哎、欸、有、欸，真的有、欸。哦，原来如此。嗯。哎、欸，你到底把怪物清掉了没啊？还没，等一下。我在准备。哎呀！哎、欸，你在干嘛？嗯、你在干嘛啦？收起来啦！不死克星！啊！打！你在干嘛？看火你这叫 carry， 你骗鬼啊！燃烧！我怎么知道？我刚拿一个，要就变这样啊！哎、欸，等一下！的极略强力，哎、欸，强力！我找到一把亮剑，强力！那什么东西啊？无限。不知道它锋利很多，我多到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念它，好像是九吧。哦，什么？之前我是和你说，之前我妹她看你台的时候被骂小屁孩啊？真的吗？可是我骂小屁孩不是都说那个吗？那个，我不会针对特定一个人骂的，我不会针对一个人。不是，我不是说不要误会，我不是在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屁孩。对啊，对啊，我是这样没错啊，我是说你看这种赶紧赶快小屁孩，我不会针对一个人骂小屁孩啊。哎、欸，真的，一下来就那个，就是因为下面怪物太多了、啊。好吧、啊。我有神剑、啊。黑羽、啊，你清一下没？等一下，我再清。欸、不是你打指令不是比较快吗？怎样？哎呀，我的剑一刀一个枯攻。第一，可是我打不到枯攻，我打不到枯攻。等一下啦。不是有指令吗？你问你台的观众啊。等一下、哦。我打不到。是 Raven 9875，那是。那个是修不是吗？垃圾。嗯。
黑羽你会不会啦？等一下，哎哎，不用老计较，不用来吵我了，吵就算啊你，自己挑，拜拜。你问你观众啊，哎，有人会那个什么清除怪物指令吗？可不可以去黑羽台给他一下？我在，我在，好，我抄了台王子，你吃屎啦！哦，他们又不知道，这时候就要好啦，你们直接打到我台，我贴给黑羽啦，这样好不好？也是可以啦，没有，我有看你的台的。那你就贴啊，小屁孩。会不会啦，安安哦，安安，摇叫我哦，没有啊，打招呼，安安。真的会累哥嘞。好吧，好吧，你这边有点。哎，这是我一开始，这是我一开始叠的东西。附魔是要骗铁灯用。我有神剑，我有神剑，我要拿神剑来。T O O M O B S 哦 ，M O B S， 这样。等一下，等一下，没有用啊。知道了。哎，哦 ，B S。哎，不管不管，我拿神剑打。这个是自杀指令吧？一直转圈圈。B G B， 那边有正脉专线挖掉。K I B G B B G B， 你是不是要打 B G M？B G M 是背景音乐的意思。完了完了完了！姚茂，我们小屁孩快取消订阅，嘿嘿嘿。好，会这样讲的一定是小屁孩，我不差你一个。去你的！怎么取消订阅啊？怎么取消订阅？订阅是他们应该是要说取消取消追踪吧？不差你一个啦，小屁孩。这边又一个吗？啊、不行啊，骗我。没有啊，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我们要养成默契齁，我要讲、啊、我在讲你们的时候，我在讲你们都是小屁孩，那绝对不是在讲好观众们啊，绝对都是在讲那些小屁孩啊、oh God， 哦、这是我们养成的默契好不好、啊、好观众们啊、哦、我们养成的默契好不好，附魔书要配铁针用，铁针铁针铁针哦，除非你哪一天变爆发户了，不然我觉得你应该暂时是做不准的，也还好，哪里铁针哦，铁针在哪 ？BGB 是民宿，那不是 B&B 吗？好难哦，这游戏怎么这么难 ？Butcher 可以清除附近怪物。这样。Game rule MLB spawning。这样，这样吗？等一下、哦、，Game rule， 然后什么MLB MLB PAW。ING FALC 哦、你为什么会有铁砧啊、欸、不是你为什么会有附魔台啊，白色我做出来的啊， SPSW 哎、欸、好奇怪啊，白色我开mod的啦，画面那个啦，刚刚对刚刚炸一辈子也炸不完啊，我附魔众人同心其利断金，哎、欸、啦，我的意思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是屁孩，那你就是，我就是在讲你啦啊，你认为你不是，那我当然不是在讲你啊，对不对？不行，这样太慢，不要误会，我是说在座的修都是垃圾，在座的修都是想修 MOB spawning 吗？没有空格，这样不要 No game rule code MOBs 啊，什么东西啊、姚没有名为黑路，干不行，太累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No。哎、欸。哎呦，这。哦，不强力。等一下，我在打那个什么？姚不是说你说小屁还是其他的观众啊？啊 ！M O B 不用空格，姚什么指令？就是清除怪物的指令啊。哎、欸，这样想就好了。要骂我了，快订阅就可以让他一直骂我。什么东西、啊？你打我干嘛啦？你要跟我比是不是？我剑应该比你强。对，嗯，对对啦，就是不要对号入座啦。电池不行啊，我不能放 TNT。要骂我们小屁孩，快订阅！你有没有病啊？